向前看，向前看年代，我是陈宁官。一次涨足的电价升三次涨完，那一次涨足的电价是不是回不去了？我们还是给我们最大档的卡通乱码二分之一来听听看他们省电的方法。嗨，米娜，又见面喽！我就是乱码的二分之一小片的。卡机内马是的，我就是乱码的。大家看到我是女娃娃，可以叫我乱子呢。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就叫你不要再出来搞乱子了，你又出来干什么？退退退退退退退，不要老是出来吓人好不好？干嘛啦？观众喜欢看的是男生的时候的你啊，你这女鬼就不要再出来了。我也有事业线呢。你烦不烦啊？自己一杯热水。不要啊。哈哈哈哈，哎，怎么样？你有破的我也算输到大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怎么样？小倩，来评评理啊。来，你评评理啊。大家不要吵耶。你们都那么喜欢我，那我就来考验一下，谁可以满足我一个愿望，我就跟谁约会呢？没问题，你有什么愿望？来来来，什么愿望？我现在肩膀有点酸耶。肩膀酸是不是？啊，你走开，你走开，我最会按摩，我是专业的。来来来，按摩椅来坐一下，坐一下啊，小姐。这算什么按摩好不好？小倩，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按摩起来，这什么椅子嘛，好不好？真正按摩要坐在按摩椅上，而且我从幼稚园就是按摩校队的，好不好？来，按摩椅，我帮你准备好。按摩椅在哪里？按摩椅在这里。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有一天也会需要坐按摩椅。好，咕哟，哇，来，来坐，请坐按摩椅。真的吗？你不是肩膀酸吗？啊，肩膀酸，这个线是专门是按肩膀的，来，按肩膀的，来坐上，快，快，我现在肩膀又大腿酸，大腿酸坐这边，大腿酸坐这边，大腿酸坐这边。不酸的，不酸。不酸的吗？哦，那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停哎，你要按一下那个 power。啊 ，power 啊，就按 power 在哪里？好，咕哟，在哪里？好，按这边啊，按这边，好，咕哟，好，哇，好好好，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好。我现在比较想喝水呢。啊，喝水，喝水是不是？来，你闪一边了。来，小倩，喝水。哎，你懂不懂？懂不懂？女孩子喝水要秀气一点，好吗？滚滚，女孩子喝水要用吸管嘛。不好意思，我来帮你敷啊，要用吸管喝水，知道吗？好，来。我现在又不口渴了呢。你又不口渴？我现在比较想要看乱码对梁牙跳舞呢。我对他跳舞，哎呦，我就知道你人很好，对不对？我 OK 啊，我帮你跳舞嘛。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其实哦，我是想要看乱子对梁牙跳舞呢。这是一杯冷水。不是。不是，有需要这样？不能！好了，咔，这样够了吧？这样够了 ，OK 了。好精彩呢！我算是为你做很大的牺牲。可是我又想要看另外的呢。你要看什么？还想要看梁牙对乱码跳舞呢。我好害羞呢，来吧。你害羞什么啦？我为什么跟你跳？来嘛！真是的。来来，要我对他跳舞可以，这里有一杯热水。是他叫我要给你跳舞的，不好意思啊。等一下，来，等一下，我有方法。你有？他有什么方法？什么你都要赢就对了，头发都飞起来。谁先来这个舞台的哈？让我开心一下会怎样？我这边抱不到，那边搂不到，你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赢吗？你一定要赢吗？我输，我投降啊。OK， 小倩，我马输了。他已经承认他输了，我们可以约会了吗？我们可以交往了吗？我还是想要跟乱码约会呢。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比较想要跟输的约会呢。拜拜。不是啊，这怎么这个女人这么善变啊？
搞到最后，我们的政府就跟女人的心一样善变啊，一下子啊要一次长足，而且说一不二的，就一下子又变成要分三次长，而且还朝令夕改。我的妈呀，这种政府我们能怎么办呢？所以在下面的人只能配合啦，好不好？小健，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好，谢谢。好，我们进广告。好，今天讨论这个电价的问题哦，我们还是要请教这个最有鬼灵精怪的沈玉玲来省电。对对，其实哦，我真的要严格讲起来哦，不管说是一次涨，或者是两次涨，或者是三次涨，再怎么说它都有涨。但是在演艺圈里面呢，有一种费用，它十几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涨过，那就是通告费。1350，又是1350，为什么会是1350呢？因为如果说你要涨一点点的话，可能制作单位就不会再让你来做宣传了。所以就很多的一些艺人朋友啊，如果说他得到金钟奖之后啊，他上去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虽然我得了金钟奖，但是我不涨价，因为他怕什么？他怕涨价之后呢，就会失去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就好比全民最大党这么优质的节目，已经得过了至少4次以上的金钟奖，他们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跟所有的基本演员，他们都不涨价。比方说郭子乾、台志远、九孔、洪都拉斯、就子，他你问他，你们到底有没有想到过要涨价？他们就会说，当然想，都不要想。有涨价，涨价的已经离开了。对，如果你没看到这些人，都是因为涨价，价钱都谈不拢，所以就离开了。不过呢，因为这个电费啊，跟这个演员通告当然是属于不一样的一个费用。但是如果说你涨价了之后，让老百姓的生活能够过好一点。涨价当然是无可厚非，就好比说你今天一个艺人朋友你要涨价，但是你涨了价之后你的表演还是没有进步，那个涨价就有待商榷的。所以希望大家除了能够在涨价之余，也能够照顾到老百姓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啊，讲得很好。你看看，像修哥来这边也是1350呐，哈。我没讲，你3000的啦，你我没讲。3000啦。哇，胡须章，你已经早就问过了，厉害啊！胡须章，你来帮我敲一下神殿。他本来是要问电话啦，不好意思就问价钱。你几号？就问你几多钱？对对对。哎，等位等位，刚不用直接问他，我问白云就好啊。第一个到第三个，上尾个白云都马上知啊。但是啊，白云未歹啊，定来我这吃卤肉饭啦。啊，我是感觉讲油电吼，三摆来起价吼，这个代志吼，我感觉无合啦。因为你说要涨价的时候，大家都跟着一起涨，那全部都赚起来嘛，对。所以说啊，这个事情我只有三个字能够形容，就是胡须张。这政府啊，这个政策啊，胡搞瞎搞，对不对？然后呢，油电在涨三村三段三段来涨的话呢，叫虚声四起啦，就人民啊，这个干声满天下，然后呢，哎呀，脏话连篇呐！谢谢大家，谢谢。啊，这次啊涨价，台电可以赚，预估可以赚1000亿哦。他说他今年呢会亏这个100多亿，那去年明年就涨回来了。你看看多好赚的一个行业啊！所以老百姓自己自求多福了。谢谢大家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全民最大党》再见，谢谢。